诸位同学，请看注林神长行第二句：初干疏光注林神，得广大修智普清净解脱门。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，等众生悲，这是广大的意思，业业力障叫做普清净啊。这一位主灵神啊，他所修学的法门的广大修智啊，清凉大师告诉我们，这个广大了是大慈大悲。修行对治啊，那么这也正是佛法里面常说的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广大了是慈悲，修治是方便啊。修我们一般常讲修正啊，智呢是治理，是对治，两个字都是针对着我们凡夫毛病习气而言的。凡夫习气很重啊，要知道这些习气决定不是一生一世养成的，而是累积的多生多世的习气啊。这习气里面有善有恶有无忌，习气再多再重也不出这个三大类。如果在过去生中累积的善习气多，要不要修智呢？还是要啊。为什么呢？如果对于这些善业着相，虽然能感得人天的福报啊，或者是魔鬼畜生里面的福报，总不能够啊超越三界。这是要知道的。恶的习气呢，那更不必说了啊。譬如佛在《十善业道经》上给我们讲的啊，善业十种，恶业十种啊，恶的习气要对治，善的习气要不执着，是好境界啊。执着反而不善了，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。
啊，要学菩萨一样啊，对治。啊，我们的目标，这后面几个字说得好啊，普无清净。啊，所以纵然是善事好事，如果要是着相呢，就不清净了。修行目标要纯净纯善，果然身心清净，清净自然都是属于善心啊，这个可以肯定的。善心不一定得清净，清净决定是善心啊。清净怎么修呢？断恶修善而不着相啊，断恶不着断恶之相，修善呢不着修善之相。般若经上常讲的三轮体空，佛教菩萨断六种不善的习气，啊，哪六种呢？第一种是悭贪，自己有的啊，拥有的财富不能不施，拥有的智慧德能不肯教人啊。我们常讲吝啬啊，这是属于悭贪啊，这是释法一切烦恼的根本佛讲烦恼虽然讲贪嗔痴三毒啊，啊，贪嗔痴里头尤其是个贪啊，它摆在第一位啊，啊，贪财、贪色、贪名、贪利啊，贪权位。甚至于学了佛了，这个习气还放不下，贪佛法啊，处处啊总希望比别人多得一些，在在处处啊，他要做一个特权阶级。都是悭贪烦恼在作祟呀，这个障碍非常严重啊，障碍你得不到清净心。这树神他知道啊，他接受佛菩萨的教诲，他认真修行啊。佛教我们用什么方法来修治悭贪呢？这个烦恼呢？佛教给我们布施波罗蜜啊，布施就是修治悭贪的。财布施，
对治临财，法布施对治临法。佛告诉我们，临财得贫穷果报，临法呢得愚痴果报。于是我们明白了，我们这一生当中贫穷愚痴怎么来的？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烦恼习气累积的果报啊，啊，这苦报啊，不善的果报啊，我们了解事实真相，就懂得如何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啊，命里头没有财富，可以转变成有财富；命里头没有智慧，也可以转变成有智慧。甚至命里面多病、不健康、短命，只要能够修无微不施，都可以转得过来啊。啊，这个就是佛门当中常说的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，真的没有求不得的啊，世间人有求不得苦，佛门当中没有求不得的。为什么呢？他懂道理，他懂方法，如理如法的去求，没有得不到的，有求必应啊。这些理事我们都要清楚，你就知道怎样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啊，创造自己的前途啊。命运是有，但是命运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啊，自己可以做一个转变的。这个恶业的习气也是大病有意无意恶作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，种种的不善啊，它是习气啊，有时候有意，有时候无意，总是伤害一些善人、一些善事佛教给我们持戒来修之。啊，把这个造作恶业的习气给它修理啊，对治啊。什么时候到持戒圆满了，恶业没有了，持戒就圆满了。悭贪没有了，布施度就圆满了。这圆满是从这个地方说的啊，忍辱波罗蜜是对治嗔恚的啊。
嗔恚是严重的烦恼。啊，佛在经论上常说啊，嗔贪多恶鬼呀，嗔恚多地狱啊。啊，愚痴多畜生啊，贪嗔痴是三恶道的业因。啊，我们总得要明了。啊，知道嗔恚对自他的伤害都非常严重。啊，对自己的这个伤害，果报在地狱。对别人呢，给别人有意无意结了冤仇，冤仇若不能够化解，必定有报复。啊，我们受了别人的冤枉，受了别人的侮辱陷害，我们能不能若无其事？如果心里有愤恨，有不平，那么换句话说，就有报复的念头潜伏在阿赖耶识里头。往后因缘遇会的时候，这个种子起现行，就起报复的行为啊！啊，必须知道。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果报非常可怕。啊，所以佛教我们忍辱。啊，一定要能忍。啊，忍对自己来说成就功德。不堕三途啊，不受苦报啊，啊，对别人来说呢，这个冤结化解掉了啊，往后不会再有互相的报复了，啊，不会再有。这是好事情啊！啊，精进是修之懈怠的，啊，懈怠懒散是修行人这一生当中不能成就的重大障碍。那人是好人，懒惰啊。功夫提不起来，啊，禅定是专门对治散乱的，般若智慧呀，是对治愚痴的。你们想想看，佛教菩萨了这六种方法治病的，啊，目的。是一个恢复清净心而已。清净心是真心啊，啊，也就是《无量寿经题》上讲的清净平等觉。清净平等觉是我们自信本具的德能啊，非常可惜，我们现在是因为有妄想烦恼习气障碍住我们自信德能不能现前，需要用这个方法来对治啊。这是略举这个例子
大小乘经论里面讲的太多太多了啊，烦恼无尽誓愿断呐、啊，烦恼无尽，佛菩萨教给我们修持的方法叫无尽。啊，如一般经论里面常说八万四千烦恼，所以呢，佛这个修持的法门就有八万四千法门。我们在华严经上，你看到每一位尊者，他们修学的解脱门，啊，这个门就是门道啊，方法啦，门径啊，啊，什么门径呢？解脱门，啊，解是解除啊。解除什么呢？解除烦恼。脱是什么呢？脱生死，脱六道，脱十法界，脱离业。如果我们把这个多生多劫累积的烦恼习气统统解除了，你就脱离六道，脱离十法界了。啊，门就是说方法了。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太多太多的方法了。啊，这么多方法当中，我们自己也想一想，哪一个方法适合于自己，可以作为自己主修的，或者呢可以作为自己助修的，啊，乃至于可以作为自己参考的。那么在这部大经里面，佛菩萨有没有指示我们一个法门，或者是有没有暗示我们一个法门？啊，有啊，真有啊。啊，这个法门就是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法门，啊，劝导我们亲近阿弥陀佛的法门，啊，他是怎样教导我们？这个经到最后啊，文殊普贤发愿求生净土。这是暗示啊，德云比丘、普贤菩萨、十大愿王道归极乐了，这是明白指示。所以深入华严之后啊，没有不念佛求生净土的啊，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，哪个宗派啊，真正的要得华严的意趣，他会念佛求生净土啊。天台智者大师念佛往生的 啊，法华宗的祖师，禅宗祖师大德，啊，密宗的善知识，许许多多，最后啊都是念佛往生净土的
往生净土的条件要清净心，心净则佛土净啊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啊，心不纯净往生净土就会有障碍啊，心要清净势必要万缘放下，一尘不染啊。再看第三尊，僧伽发笑发药，主灵神得增长种种净性雅解脱门。那么他所修学的法门是这个文字上是比喻啊，雅是比喻，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，一切圣因皆为佛道，个个心净则种种雅生啊，这是什么雅呢？功德之雅啊，功德就生了。这一切圣因，圣是殊胜的，因是因缘啊，过去生中你修集的有善根啊，这个善根在这一个一世呢，就是最殊胜的因地。这个善因要如何才能够生善果？那就要靠缘了。缘是这一生当中修的啊，过去有善因，现前有善缘，这个善的果报当然就现前了。那么我们要问，清凉大师讲一切圣因是什么回事情？简单的说，一切圣因呢，就是世尊在《十善业道经》里面教导我们的，一切善心呢，经上讲得好啊，我们要记住。时时刻刻不能够忘记啊，念念呢都要提醒自己啊，佛这个教训，佛教导我们昼夜常念善法心善呢啊，这是种子啊。思维善法，起心动念，思维呀、啊，观察善法啊，六根所接触外面境界的，全是善法。这个善是什么呢？十善业道经上抵制十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啊，为我们指示出啊，
舍善是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淫欲。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绮语，不恶口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。啊，如果把这十句通通都做到了，在佛法里面讲呢，他是小乘人，小乘圣者。啊，大乘人呢？不但不杀生，他还要护生。啊，我们讲呢，放生护生呐。啊，不但不偷盗啊，他还要用自己的财宝、智慧、技术能力布施一切众生，这个就是大乘菩萨了。小乘消极这一面他做到了，独善其身了。大乘人呢，独善其身之后啊，一定兼善天下。所以他的一切因殊胜，缘也殊胜，念念行行都回向佛道啊。他为什么这么做法？只有一个目标，一个方向，一个心愿，佛道无上誓愿成啊，希望早一天成佛道啊。成佛道之后又为什么？不为别的，绝不是为自己享受，是为普度众生啊。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哦，成了佛就没事了啊。告诉诸位事实真相了，成了佛之后事就更多了啊。为什么呢？到九法界去普度众生，那有些人听了，那不成佛还没事，成了佛这么多事，啊，算了，我就做个罗汉就好了，不要成佛了。这个心，小乘心，小乘心修小乘心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小乘人怕苦啊！啊，尤其是阎浮提众生，我们这个世间呢，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里讲得好啊，刚强难化了啊！多少全小圣者啊，发心到这个地方来帮助众生。遇到这个状况呢，都退了心了啊，这都是事实啊！啊，阿罗汉、辟支佛、全教菩萨退心的，大有人在呀！啊，谁也不退心呢？这个化身菩萨不退心，诸佛如来不退心。啊，为什么不着相啊？啊，确确实实做到
作而无作，无作而作。所以普贤行愿，愿愿末后一句都说无有疲厌。二乘人有疲厌，有疲劳，有厌倦，全教菩萨也有。为什么呢？着相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。我们能不能做到不着相呢？难。这个太难了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真难了。还有一念，为我的念头就已经着了相了，一着一切着啊，不可能说这一桩事情着相，那一桩事情可以不着相，没有这个道理的。一不着，一切都不着，那就真的彻底放下了。我们今天唯一能够做到的，这讲实话了，只有待业往生。我们的身体还没有走之前，还在这个世间，一定要懂得舍己为人。这样呢，将来往生呢，必定提升自己的品位。高品位往生啊。在这个地方修学有好处，修学这个意思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为众生服务，为社会服务，绝不求任何回报。不求名，不求利，也不求权位，默默地在奉献自己，这样修学，这就如法了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为佛道了。各国行进，这个各国是指什么呢？你比如说我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，修布施，不着布施的相，持戒，不着持戒的相，忍辱，不着忍辱的相，各个心境啊，这种种雅身啊，布施波罗蜜的雅身啊，持戒波罗蜜的芽生了，忍辱波罗蜜的芽生了，这全是佛道。我们要懂得在这个地方学习。那么这只是略述，点到为止。细行，诸位
一定要细心去思维，务必要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一切事、一切处，点点滴滴都不空空。穿衣吃饭都具足圆满的三学六度啊，这样功夫才真的得力了啊！你的生活必然是充实。现前的受用身心自在，法喜充满，这是你现前的受用啊。烦恼天天减少啊，智慧天天增长，这是必然的现象。我们今天没有这个境界现前，那自己就要认真去反省。我的修学犯了错误，你把错误找出来，找到了，我们佛法里面讲觉悟了，开悟了然后你把你的过失把它修正过来，佛门你称为你真修啊，你真的把错误修正过来了。你的果报一定是殊胜的一定是吉祥的再看第四尊吉祥敬业主灵神，得一切清净功德庄严具舍陀门。清凉大师在这里注解里头给我们的提示，意思很深，很广。他说一切功德庄严一毛毛是毛端夜夜皆然，故佛为德具良以佛果兰因，皆圆成而非分成，是故一因生一切果，一果收一切因，皆佛圆融无碍耳。这是《华严经》里面所讲的，离事无碍，事事无碍啊！事无碍的法界在哪里呢？就在现前。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啊，佛清楚，化身菩萨清楚，二乘根全教知道这个事情啊，他不能够欺辱凡夫
在听闻佛法之后，那要看他的根性。立根的人未尝不能其如佛菩萨的境界啊，种下根性的人啊，那就跟二乘人相仿佛啊。这一句里头含义非常之深，菩萨的名号吉祥敬业主灵神啊，我们知道这个树，一棵树啊，最多的就是树叶。啊，所以清凉说一切功德庄严一毛。啊，在树家的时候就庄严一片叶。整个这一棵大树啊，你从什么地方看到庄严呢？看见这一片叶。在表法里面呢，这一片叶是什么呢？这一片叶就是自己呀。我们说佛法常说设法界一真庄严，从哪里看呢？从我们这一个人身看呢。我们看不出来，我们不懂这个意思啊。那么诸位有没有听说过啊？这个世间谚语所谓啊，人人为我我想很多人听说过，后面还有一句呢，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是事实啊。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，衣食住行都是许许多多人在那里工作，布施供养的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许许多多众生牺牲奉献的，我们喝着一滴水，这滴水从哪来的？多少人的心血，多少人的劳力，才把这个水送在我们家里头自来水龙头。啊，我们把它烧成开水，沏成茶。啊，烧成开水这些工具。啊，或者你是用电炉，或者是用瓦斯。啊，那又是多少人的心血，多少人的劳力啊！沏一杯茶，茶叶怎么来的啊？不想呢，一点毫无感触啊！啊，细细一想，我喝这一杯茶是多少人奉献的？我们讲"
多少人牺牲奉献的。啊，成就这一杯茶了，给我解渴，供养我这个色身呐。我这个色身对于一切众生有没有回报呢？有。我们行善是回报，我们造恶也是回报。啊，如果你是行善，用这个身体为一切众生服务，啊，修布施供养，这福报大，一切众生都得福啊！啊，如果我们这个色身心行不善，造作种种恶业，辜负了许许多多众生的供养。这么多众生牺牲奉献供养我的色身，我还要以造业来回报他。这个过失太大太大了啊！所以将来到哪里去了？三途地狱。为什么我们不学好要做恶业呢？这个原因是过去生中的恶习气太多太重了，这是因呢，不善的因呢。这一生当中啊，从小没有接受过圣贤的教育，没有人启发我们的善根，语言不好，我们在无量寿经上念这段经文，心里都很难过啊。佛说信人无知，不识道德，无有余者。这里头因跟缘都说到了。过去世的先人无知，没教好我们，那是因呐。这一世当中，我们出生到长成，啊，我们的父母尊长没有好好的教导我们，语言不好啊。所以在生活当中，哪有不随顺自己烦恼习气呢？随顺自己烦恼习气也能不造恶业呢？真的佛菩萨大慈大悲呀，体谅我们的过失啊，但是那个恶的果报，佛菩萨不能替我们消除，佛菩萨不能替我们代受啊，果报还是要自己承受，没有法子避免。这一段事情如果我们真的常常想到了，你就会真干了啊，你会真的修了啊。为什么呢？真修行原来对自己有真实利益了，不修行呢
肯定堕三途地狱。啊，那么在这世当中，纵然是遇到佛法，也没有办法真修真干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真正修学的时间太短了。所以往昔祖师大德常常教导我们，常时熏修啊，一门深入。我们没有这个缘分呢，没做到啊，没有遇到真正好老师啊，也可能呢遇到真正善知识啊，我们自己业障深重啊，遇到他不相信，对善知教诲不能完全理解，不能依教奉行，当面错过啊，你说这个多可惜这一段，意思很长，很丰富。啊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下一堂接着再讲。